是啊。加蕾丝，妈咪是放蕾丝，是放白的，还是？你只放 cotton 的呀？其实是 cotton 加 lace。OK， cotton 加 lace 啊， OK， 这一件长的裙子啊，裙子啊 AD 19，价钱是195， OK，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XL， OK， 它呢是很微很微很微弹而已啊，富裕的来宁啊，鞋拉有点弹力， OK， 鞋拉才有啊，富裕的来宁，其实基本上我们给的尺寸已经是接近平量的尺寸了 ，OK。为什么我们讲接近平量呢？因为它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的 ，OK。然后它是这样子有一点lace trim 的那个那一些款那个 detail 来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它前面呢这些纽扣啊是开的完，很容易选啊，两个色，基本上两个色都是深的颜色 ，midnight blue 和我身上的这个 army green。Olive green， sorry，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是需要穿 L。这款是我是穿的 L size， 如果你是跟我的 size 下单哈、啊，这件是必须要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价钱上会比较高，可是这种啊，你去外面找价钱确实来的是非常高。我们现在是195啊，其实你 compare 来讲还是有便宜过，就是说外面一些这样子的裁剪的连身裙，加上这个价钱195是由厂家规定最低的卖价。OK， 如果你的 size 和我一样啊，需要带有 L size， 那么我穿 L size 还有空间，因为L 我这边是放81，上围是96，所以是还是有点空间。那么像这一件呢，我基本上你们下单上围、腰围都要检查，因为虽然它下半身这边是 flare， 它这边也稍微比较锁一锁，担心你们就是下围太丰满的，可能这边稍微会卡。那么所以说这一件呢，上围都需要检查哈。然后下单呢，卡中间的就是 between 就是 ML 还是 LXL 的，必须拿大不可以拿小啊。这一件因为一就是说锁前面整排是纽扣。然后它是锁腰，加上面料是斜拉微弹，所以说下单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啊。这一件 OK，M size 就是96、9678、9681，所以说在我身上是还有空间，不会是完全勒着贴着不舒服的哈。OK， 我是穿 L 啊，这件属于长裙的长度哈。它完全，你看啊，东德利亚是锁着的，完全弹不到了的，因为只有斜拉才有一点点的那个弹性啊，它是属于长袖了的 ，OK， 属于长袖，纽穿的时候就是前面纽扣开了，这样子套上来。下一句你讲。分好聊的，好聊的 ，OK， 不，我来更紧那边的，你转回去那边。OK， 它也是属于蛋糕裙的裁剪，前面它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它个很像 V， 然后这边一个小方格这样子，转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我一样是穿得到 S， 然后助理是穿 L size 啊。两个色都是深的颜色，就是这个 midnight blue 和我身上的这个 olive green， OK， 长度就是属于长裙的那个长度了，有 lining 啊，可是 lining 只是到乞丐那个 part 而已啊， lining 是到乞丐的那个 part， 然后袖子这边一样是有纽扣啊，袖子这边是有纽扣的，价钱是195，然后 size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去到 XXL， 有到 XX， 对吧？两个 XL 到 XXL 是吗？对，到 XXL， 来，有稍微快速的换一换深蓝色 midnight blue 给你们看。所以说这个啊，价钱是195 ，OK， 厂家规定的价，是由厂家规定的价钱哈、啊。我是穿着 L 啊，所以每次你们是跟我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你是必须带着 L size，M 是肯定穿不到啊。所以说中间码，包括这件如果你下单多一个两 cm 的话，不能拿小，必须拿大，因为是前面纽扣，再加上面料是只是一点点的斜拉有弹力啊，所以记得啊，不要超过啊，超过的话一定是会勒着不舒服之类。OK， 我是穿着 L size， 两个色都是深色哈、哦。那么呢，其实两个色这个呢，如果你说建议就是说毕竟都是深色，说建议说我们要带拿什么色好呢？就看你个人喜欢，毕竟它两个色都是非常深的蓝跟青色，就看你比较偏向喜欢蓝还是青这样子，你们来下单的这个款式。毕竟说两个都它是属于一个好，这个同怎么讲？要这样讲，它是同。都是比较深色的那个色系来的哈，这一个可能说就看你那个 event， 因为有些 event attend 的话，它有一个 color team，
如果刚好那个 color theme 是蓝色，那么你就买蓝色嘛，没有的话你就买啊 olive green， OK， 两个色啊、midnight blue， 还有我身上的、我现在换了 midnight blue， 还有就是这一个 olive green， OK， 课是 AD19， 价钱啊195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XL， 没有口袋啊，这一件裙子是没有口袋的啊、其实如果要讲的话，如果你想选比较深的颜色，相比之下当然是 midnight blue 会来的比较，我讲完了，相比之下 midnight blue 会比较深啊，然后这一个olive green 呢，它就看去比较 bright 一点点， OK， 相比之下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了，因为毕竟两个都是 dark 啊、就是比较深的颜色， OK 啊、助理啊，记得啊，这件呢、啊、上台讲啊，尺寸啊是不能够再撑了的，因为面料是斜拉才有弹性，加上是前面开纽扣，助理穿 L， 我是穿着 S， 总之下单的时候啊不可以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超过的话你就要拿大，不能够拿小，不然你是真的是挤不进去的，对啊，挤不到的哈，加上是前面纽扣的关系， OK， 随身记得我是穿着 L size， 然后主播是穿着 S， 我这个款式哈，穿的时候就是前面整啊纽扣开了，然后这样子套上来，后面转对是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 plan 的， OK， 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来，因为这些数量是很少的，我们拿这样子的款式，它数量 quantity 是很 limited 的，就对了， ADS19， 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。